农历一九月十七号是嘉义市中二十九公庙开机祭新爷的圣诞清秋，庙方特别举行相当隆重的接受典礼，由议长曾宏安主持，主任委员詹东本，新港洪天江董事长何达宏，阁有多位的议员来陪祭，场面相当隆重。庙方伫咧现场嘛，同时来进行着招财纳福、帮灾苦大发挥，以保庇着信众，文武百齐，财源广进，生意愈来愈好。嘉义市中二十九公庙开机祭神爷，四方财票神官，相传是玉皇上帝天庭接受祝贺，掌管着天下的金财，和一般的文武财神无共款，是福禄寿财神，相当受到嘉义市东门一带信徒的敬仰。农历九月十七号是中二十九公庙开机祭神爷的圣诞清秋，庙方特别举办隆重的接受祭典，由议长曾宏安主持，主任委员陈东本，新港洪天江董事长何达宏，和多位的议员陪祭。遵循鼓励祈福，信徒要求安尼吼，来办这个财神爷，吼，因为即马大家即马即个大众吼，善男信女吼，大家嘛拢来庙里咧求财，所以讲来办这个财神爷的圣诞清秋安尼，吼，大家拢吼日日进财安尼，吼大家合家平安，大家拢大赚钱。财神爷，大家家庭。真灵验啦！受到信徒拜，爱当保庇，信徒拢感受到，所以来邀请来庄主东本兄来办这个接受大典，所以第一摆接受大典办了就非常的好。中二十九公庙开机祭神爷圣诞清秋，除了盛大的接受典礼，庙方在现场嘛特别奉请着祭神爷举办招财纳福、保灾苦发挥，遵循着道家科技，由法师上道。祝财祝福以信众，真讲财库以保庇信众，文武百齐，财源广进，生意愈来愈好。最新新闻，中国平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。